要。还是重点黑不准。这是太重了。对对。好了。哎，刚教完吗？刚教完。刚教完嘛？没有，刚出去玩一下，我说有空就来了。今天几面？两面？一面而已。一面而已。对。是哦。一面可以啊。对啊，因为这里拿去拼拼图嘛。哎，那两位。啊啊、就是大学生啊，至少还可以打啊。啊，都飘哎，看不到球。大学生没有不会打的、啊，因为一般组程度才会参差不齐。我们就是要认真的。可以啊，对啊。我的微信每个礼拜都在练，我知道啊，你们都自己练啊，没有跟我讲啊。我要找你啊，结果你都要上班，然后我们要找你一两个礼拜啊。欸、之后我都休礼拜三啊，之后我都休礼拜三。可以啊，礼拜三我比较有空，那、啊、我们就可以一起练球，那就可以练比较多东西，是吗？对，啊不然。一对一练，也没办法练什么东西。一对二比较能练什么轮转那些的，或是二压一，二压一，鞋子问题啊，二公一之类的，鞋子问题啊。一个穿长裤，一个他妈说鞋子问题。还藐视对手，对，藐视对手，穿长裤。医生工放哪里？我们给他拍套，没关系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是谁的？黑龙牙，客人的。我昨天也想买龙牙，但是我刚刚说，如果你觉得，我觉得他们会不会欠打？两个人这样嚣张吗？还好。我最近打球都还不错啊，而且我在减重，但是微信一直处在那个锵锵的状态。我觉得不是因为他穿长裤，是因为他一直穿长裤。对不对？哎，最近都没有人打的，哎，还是我们打花枪呗？有没有？我们先去打花枪呗？1月1号。哎，医生好像可以啊。Thank you.
哎呦，飞得起来了！其实是需要吸引的，那没办法掉，这双鞋是绝版，对啊，因为太多人要这双，我一直想要这双，然后我重点是我不是宽楦，这双不是宽楩，对啊，我已经有这双了，我就觉得心满意足啊。知道你要什么就跟我讲了，啊，送你一个，什么时候生日？四月。干你也太久了，这么多人进来，你等一下。明伦，你们四个在选吧。好累哦。这是给我的，对。对，就给你了。没完全飞不起。所以你先买几块就这样放在警卫室。我想说，一般不是都这样子吗？那个毕竟是个纸夹的呢。啊，是啊。还是要拿东西保护一下，虽然保护效果没什么用。还跳不起来。两个还可以吧？刚才两个还可以。勉强。啊？还行。是啊。只是我打会员。没有恢复价。